他这个一只手啊，就是拿金刚杵的，这个是奇克印，又叫做愤怒印啊。他是这样子，一只手拿着金刚杵，一只手拿着金刚锁，一只手拿金刚锁，甚至以空手啊，空手只是结个印而已。这个所谓锁金刚，就是这个形象。他浑身啊都是蓝色，浑身都是蓝色，这个全身都是火焰，在火焰里面，在火焰里面。那么这个金刚锁菩萨呢，他的形象是深蓝色，一头二背，这个右手是愤怒拳握金刚杵高举，左手是愤怒拳当胸，或者持着金刚锁，以杂宝及那迦为璎珞，虎皮为裙。这个脚呢，它是右脚是屈的，左脚是伸展，伸展，住在波叶的大火光之中。